那一场戏需要比较多颗镜头，所以反复的我们做了好几次。然后他整个把我们靠在墙上的时候，他的手直接就已经擦破了。我第一次拍戏，我不知道说要拍那么多次啊。我想说，我以为一次就完够，所以我就想说那个是排戏，排戏，排戏，排戏是排戏，排戏，你排戏知道了，你排戏就给我流血啊！知道了，对啊。